有眼不识关主实力，竟狠遭回呛，小声啪啪。台湾第一个开播的电视台是哪一台呢？台视。正确。后面人说，哦，这太简单了吧？不是，答案是台视啊。演艺圈的人会觉得这一题很简单，但是，律师可能不懂这一题。台视啊。几月几日律师？不要抢啊！你我都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双十节。双十节啊，双十节。